中国队夺冠了，攻上高地，五人集结，一波推平水晶。当这一幕出现在眼前时，多少人欢呼雀跃，多少人浑身颤抖，甚至落下热泪。三减一，五位中国少年证明自己真的有能力打破韩国人在英雄联盟的霸主地位，进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隐隐约约露出霸主的獠牙。小组赛两败对手又有何妨，冠亚军决赛的舞台上，西叶 UZI MinMLXG 与 LEDM 联手演绎波澜壮阔的 BO5， 侠出现了，盲僧也出现了。去年 S7 半决赛所经历的耻辱，悉数奉还。有道是，哪怕韩国的运营再有思路，攻防再有套路，也架不住中国男孩们的气吞万里如虎。站在最高领奖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不知这些少年当时的心中会有怎样的情绪涌动。我曾经被称为是个打游戏的，而今时今日，我是真正的运动员，为国征战，为国争光。至于平凡如你我而言，高喊中国是冠军 UVI 牛逼，当然是最简单粗暴的庆祝方式。回想起来，这一年至于 UVI 来说，简直如梦似幻一般。从 LPL 春季赛冠军到季中赛冠军，从洲际赛冠军再到如今的亚运会冠军，回眸这八个月来的历程宛若梦幻。但是你我能看到的是 UZI 表面的风光无限，看不到的却是他背后的那份艰辛。如果不是腾讯体育赛前邀请他写下亲笔信 UZI 让我告诉你点，竞合游戏的区别，伤病是顶尖运动员的标签，很多人不会明白金牌背后是各种伤痛。被誉为世界第一 ADC 的他，在亲笔信中袒露自己的心声，零点几秒的时间就得连续四次用鼠标进行普攻，这无疑可以是伤害最大化，可无形之中却会手指造成损伤。此外每天都得耗费十小时一遍又一遍进行实战，然后总结复盘，长此以往落下了一身伤病，腰、手指、背部，严重到每次训练赛或比赛结束后都得进行相应的理疗。诚如所言，只有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才会收到回报。还记得 S70UZI 不会使用强势英雄侠时的窘迫，于是在 Ban Pick 环节里， SKT 的教练仿佛笑了，那小胖子压根不会玩侠，针对他，针对他，卧薪尝胆十月，一招完美吐气。决赛关键的第三局，那首 12-0-2 秀翻全场的侠正是 UZI 的手笔，而这一切统统源于近乎疯狂的训练，运动员甜蜜背后的种种艰辛，唯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的体验。腾讯体育作为媒体其中的一项义务或者使命，便是要深入光鲜的表层，去挖掘背后隐藏着的那些东西，去采集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为那时是何许人，可能绝大多数的乡亲会感到十分陌生，此人之于广大体育迷而言籍籍无名，甚至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但是要告诉你，这女孩是摔跤吧，爸爸里男主角的侄女，便会让人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是她呀，正是她，基塔与巴比塔的堂妹，还提时便失去了父亲，被艾米尔汉的原型所收养，自此便与两位堂姐一起训练摔跤，志在改写印度女孩毫无未来，唯有长大嫁人，成为男人附庸的命运。电影里，艾米尔汉在严格鞭策吉塔与巴比塔的同时，也对两位女儿倾注了全部的父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才有了如今冠军家庭的荣耀。某种程度上，印度就像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一面照射出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镜子。当国人对亚运金牌甚至奥运金牌都有些麻木时，当国人已经记不太清中国究竟在亚加达席卷了多少枚金牌，只能粗略地表示尊良 UZI 拿到冠军时，对于竞技体育并不发达的印度而言，每一位能在国际赛场上摘金的运动员背后都付出了比普通运动员更大的努力，每一位能在国际赛场上摘金的运动员
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要因为简陋的训练条件去嘲笑他们，也不要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去看待质朴的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值得敬重。腾讯体育通过一篇你只知道摔跤吧爸爸在印度的亚运冠军都有可能拍成电影的深度报道，道出了许多印度体育电影背后真实的故事，将印度草根运动员不为人知的故事告诉给更多人，诚然他们非我族类，诚然他们的名字与事迹会让人感到陌生，但通过这一则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与其他运动员无异，甚至更为强烈的积极向上促人奋进的体育正能量。同时看完这篇报道，又是否会让你我滋生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否也欠那些体育英雄们一部大电影，一幕大荧屏，专注于捕捉每一位运动员的细节，深度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找寻出那些不起眼的点滴，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彰显体育报道的独特性多元性，恰恰就是腾讯体育一直所致力于的方向。他们希望通过深度的故事将这些竞技体育精神传导给每一位受众，让更多人理解体育不止竞技，背后那份永不言弃的精神更为重要。方杰有句这样的台词，可谓深入人心，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同样的道理，运动员的世界里更没有容易二字，他们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皮毛，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浸染着汗水、泪水乃至血水。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 UVI 还是摔跤吧爸爸里男主人公的那位勇夺金牌的侄女，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也正是因为有了腾讯体育这样的深度报道，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运动员们在为国争得荣誉，将金牌放在嘴里时为何会不由自主地说出这样的话，真香。最后还想问各位一句，昨的中国队，昨的 UVI 牛不牛？星狂野 Doggy。